主料：红小豆500克，辅料：红糖350克。准备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红小豆泡一宿，泡好的红豆用水洗一下，放高压锅里煮，上气煮10分钟。煮好的红小豆捞出，放铁锅里小火炒，去掉水分，炒的时候不停的翻铲，放红糖并不停的翻铲，搅拌均匀。做好了放盘里。烹饪技巧：我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